一单枪匹马你别怕，一腔孤勇又如何？这一路你可以哭，但不能怂。二，你也不必刻意敷衍，假意诚恳，我这二十几年不至于白活，是否真心待我，我还是勉强能看穿。三，我曾经骄傲的谁也不低头，可后来我学会花言巧语面对不同的狗。四，努力的最大好处就在于你可以选择你想要的生活，而不是被迫随遇而安。五，成年人结束一段关系的方式并不是争吵和崩溃，而是一种默不作声的处理，就算心中早已千军万马，表面上却还是不动声色的跟你谈论着今天的穿搭。做人不要太玻璃心，不要别人一条信息没回就觉得自己做错了什么，不要被人一句呵呵就觉得对方是讨厌自己。玻璃心，想太多，什么事都对号入座，何必那么累？其实我们只是想找一个谈得来、和脾性在一起舒坦，分开久了有点想念，安静久了想闹腾一下，吵架了又立马会后悔认输的人。爱情如此，友情同理。把当一个人熬过了最艰难的时候，就不再想去寻找依靠。任何人都是负累，就你活得不快乐的原因是既无法忍受目前的状态，又没能力改变这一切。可以像蜘蛛一样懒，却无法像蜘蛛一样懒得心安理得。学很多事不是我想就能做到，很多东西不是我要就能得到，很多人不是我留就能留住。所以是我的终究是我的，不是我的我懒得要。11，你已经是个大人了，别再因为一点感情问题就失魂落魄。你可以有一段糟糕的爱情，但不能放纵自己过一个烂透的人生。12，人生本来就没有相欠，别人对你付出是因为别人喜欢，你对别人付出是因为自己甘愿，情出自愿，事过无悔。13，感情就是这样，我失望到顶点后就再不会回头了，不是不勇敢，也不是怕受伤，只是觉得自己不该为了一个错的你再继续做错的决定。毕竟你有你的执着，我也有我的洒脱。14，有时候我们必须闭上嘴，放下骄傲，承认是自己错了，这不是认输，而是成长。15，宁愿独处也不要和融不进去的人待在一起，不要刻意的去维持关系，让自己越来越虚伪，宁可孤独也不违心。16，如果有一天你发现我不再计较那么多，那不是体谅，是放弃。17，与其违心配笑，不如一人安静，与其在意别人的背弃和不善，不如经营自己的尊严和美好。18，时间改变着一切，一切改变着我们，原先看不惯的如今习惯了，曾经很想要的现在不需要了，开始很执着的后来很洒脱了。19，不要做廉价的自己，不要随意去付出，不要一厢情愿去迎合别人。你努力合群的样子并不漂亮，圈子不同不必强融。20，有时候真的想呐喊一声，因为心里烦躁，有时候真的想疯狂一次，因为心里迷茫。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访问 TTNews.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